那个是啥？熏鱼的。熏鱼啊，你太会吃了，那天的面伤我不轻。好吃，好吃。你们把面做的这么奢华。拿来油里过一手，你的鱼就能多放好几天。这些都是老肉，你们吃。对，嗯。我这量好多呀，我怎么感觉吃不饱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吃不饱的，吃不完。原来都是去端，然后那姐姐，那老板还亲自给咱端过来了。估计看咱们是外地人，你看老板的称呼的微小差别，叫他们两个就是小姑娘，叫我就是美女，知道吗？我这个明显年纪比他们大。苏州的第三天从两碗苏式汤面开始，之后我们便打车到了虎丘景区。下车之后，先在周围转了转，之后便根据指引过桥，沿着小巷进了景区。我们现在在哪儿啊？在底下。哦，我看见了，这画画挺好，这还挺别出心裁的，也不是打印的画，是手画的。干将莫邪的诗件是干将莫邪铸剑，还真是劈开的，好整齐啊。它这是挺大，哦，石头完全斜的。哦，还真是。哎，能坐好多人，是要穿。那边也能坐一点，这里古人应该没少用啊，好几代了。这个地方真的很广阔啊，你看就是旁就这一块洼地，这个地方这还这么平，这地这个石头为什么会这么平呢？自然形成的吗？还挺神奇。这怎么走？好像随便走，但是哪条路都好像都可以走。这个地方应该是已经有从那个就是春秋战国到那个明清全有的东西。二仙亭什么意思？是有两个人在这儿呈现了吗？吕洞宾。哦，显得吕洞宾。好吧，咱们过去看看是啥。怎么这么多人？现吃。妈妈，好帅啊。说真皮，帅呀，这还真挺不一样的。这里是真能修成仙的。这儿这个来一次他写一些字，然后在下一个朝代，对对对，然后再补上。他这儿一直没有被破坏过啊，就是反反复复有人觉得这地儿仙气太重。对对对，你看到处都是诗啊什么石刻啊之类的。往哪头走？上头上都可以上，好像是往这层。对，哦，有路，哇，真的还挺帅的。你来这儿排，这儿这个位置比较好，这儿高。哇，这地方真的，这个地方，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。上第三泉，唐代的优势。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，跟昨天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错落有致啊。这里观音殿遗址。对。哦哦，哦，连那个台子都有。这是二 A 级的厕所。他们这厕所要评级吗？那天不想去那个厕所，可能蹲。对，那没牌子，没法上。我靠，没有门那个女厕所。哎，这儿还是个大平台。为什么这个地方跟昨天咱们看的园林完全是两个风格？我说看看，底下是竹林，可以走的竹林，好大的竹林。这不是春天吗？为什么会落叶呀？这里是真的贯穿整个
中国2000年的历史，是挺好。2000年历史的遗迹和碑刻都在这。嗯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不止2000年，得有2500年。啊，就直接到塔这儿了。那个塔，不都是来看塔的吗？啊，塔上不去的。不让上。对，空应该是空心佛。嗯，不让上。你这塔是斜的吗？你觉得它是斜的吗？好像看着像斜的。他们说是斜的，他不说看不出来啊。我们可以不要。没有。宋代啊，是啊，四面来风啊，这是个小糕点。对，是啊，宝盖是挺厉害，至少。对。我发现这里的建筑有个特点，不说问题了，特点就是说这个房子能够融于整个环境之中，但是一进来啥没有。以前可能有，现在空。对，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门你还不如不打开，就不让人进就行了。你可以打开一点点，打开一部分，我不用全开。里边的东西很重复率很高，你不开也挺好的。进去除了字画就是桌子椅子，也都这些，没啥东西。就这个房子很好的，就是配着这个自然环境，真的很好看。就保持到止步于此就可以了。参考系你就很容易看。好像是斜的，往那边斜。并没有保护很久，是重修的。不是这个塔，是重修的。塔我刚看了，那边有个牌子。啊，它不是重修的，那个廊是重修的。塔是重新去加固过的，原来下面塌了，顶上那个到楼上头那个应该都是重新的。啊，底下确实是。啊。哇塞！哇，这个好高。哎呀。这个好高呀。这呢？哇塞，这我靠！我是不能理解，他会打个。我还是扶着点吧。那个是可以漏下去的。这么脏的水里居然有鱼。西施以此为镜啊！这也忒高了点。哇塞，不行，腿软。虎丘算是稍大的景区了，至少需要半天时间呢。这里历史悠久，建筑依山而建，层次错落，上上下下很有意思。虎丘山后还有一片非常棒的平坦绿地，而且人少很清静，找个地方坐坐休息一下，吹吹风还挺舒服。这里体验真的不太一样，来苏州不要错过虎丘。我们没有走过它的这一侧，因为时间有点来不及，可能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没有发现，来玩的朋友把握好时间。这次苏州之行有个遗憾，非常著名的苏州博物馆我提前3天都没有预约上，所以没能进去，只能路过看看房顶了。热门博物馆一定要提前预约。紧挨着苏州博物馆的就是四大园林之首的拙政园了。从虎丘出来，我们来到了这里。整个过程听到的都是我们的抱怨，因为我看不到能让我眼前一亮的景致，而且景色几乎都被其他人阻挡。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说那个什么，这个杭州不就是一个公园？流浪文应该跟那差不多。嗯，进去也是这样。嗯，怎么着，一年来一个变化。苹果怎么弄这儿来了？主要它可能太大了，已经不像是一个纯粹的园林。有可能。对，昨天不是给我看那个评价，就这个园林。这儿好像也没有多大。对，嗯，那个来。它还不如昨天，也可能没到中心地点。往那边走走看吧，还不如昨天那个里头那个更有特色。外头那个水咋弄得清呢？这里的水咋这浑？人也太多了，我靠！相对无言。
我真是没什么可说的，我觉得。还没出来呢。没有那个有特色。那边人也不多。你穿到那儿了，那儿去。快瞅瞅。这猫也太……来这儿，来这儿。这用了多少分钟？20分钟有吗？录了多久？啊，我刚才停过。你把自己缩小看，你就感觉餐厅大。嗯。我觉得实在是找不出底儿看了你。哎，这还，这就是模型爱好者，你知道吗？这也是一种独特的模型啊。对，这倒也是，这个挺好，这个还有点包起来了。你这个纯限流还可以。对呀、啊，你收门票你就限流，你要不你就别收，就这，还是这么贵。要不你索性再加一下限流。对呀、啊。提前一周预约，你索性就走那个高端路，一头一尾两都没站上，简直了，冤大头。你知道这里为什么人多吗？嗯，因为大家浏览完了也不想走，因为觉得要多待一会儿，这钱花的不值。人多是管理运营的问题，这不是最主要的，更重要的是对于园林本身的维护情况也不好，不少地方的地面有落叶，以及水面都飘了一层膜，而且也落了不少树叶，这个园子看起来有点萧条，没有精神。不知以前珍惜此园的主人看到今日园内景致懒散的模样作何感想？精致的苏州园林在现代不应该被维护成这样，这也是一座命途多舛的园子，希望能被好好对待，园林会说话。拙政园是一个名声和现状差距比较大的景区，园林没有错，游客也是无辜的。从拙政园出来，我们路过卖夜游拙政园门票的地方，进去咨询一下夜游的问题。这两个姑娘估计来晚了，在问白天的票怎么买。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说了句，我们卖晚上的票，不管白天的事儿，打发他们走了。所以提醒游客，这里有可能会遇到态度不好的工作人员。夜游拙政园门票是228一个人，我们没有买，具体值不值得不知道。拙政园门前的这条小河是我在这里看过的最干净清澈的水。从拙政园出来，我们就在附近找了店吃晚饭了。好残忍啊，我突然觉得好。对，他还在蹦，是不是等他不蹦了就可以吃了？对，慢一会儿就蹦，有一点。你还挺会吃。那倒是，其实是被酒给醉了。被倒了，都吃还是。这叫啥？鱼片，黑鱼片，然后就是。哇，好嫩啊，这个。哎，这个鱼还挺好吃的。这是什么花生？这是老式花生，但是这个醋是黏的。加梅子了吗？加梅子了，是用糖炒的醋。糖炒醋。把这个红烧肉。它还蹦呢。就这样，你不要完全不蹦了，就。这个菜好吃，这个好吃。你给我留点，等它不蹦了我再吃。不蹦了不好吃，真的。怎么吃？就那个从尾巴后面咬，你前味道。你再吃一个，我尝一个，我看你怎么吃。把头伸出来是吧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我要吃你啊，莫考。好吃。那个虾肉是滑的，对，我已经尝到它的鲜了，等一会儿我再吃。这三个全是甜的。但是醉虾其实我最喜欢吃，我是甜口。还有别的口吗？胡椒的，我外公做的是胡椒的。我的天，不能多看一眼。哇，这个鱼这么大呀！
我发现这个红烧肉跟这个豆皮儿的搭配真的好，这个豆皮儿吸了好多汁在里面，这个鱼肉的口感是有点蟹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啊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还是有点蟹的，对对，绵软，对对绵软，就有点咸了，别的还好。嗯，它这个刺是可识别的。还没有找到武昌鱼这样的，果然每种鱼，不同的鱼的口感还真不一样。果然这个好这口是有原因的，是吧？嗯，而且这是很好的下酒菜。对，不过这太贵了，喝一顿酒得吃好几百块钱。你成本那么高。就这么点儿，一百，我的天哪！我觉得再来一份我也能吃完。从拙政园到平江路也是步行，晚上的苏州路边的人好像不是很多，走走还挺悠闲的。这是人家的后门，住这里多是吧？你看这不是人家后院吗？对，开开门就是河。哎，这房子要不拆得也好吧？拿这后院这样，我第一天去的那个地方简直了，怕不是被推下去。对，这一是这个，二是如果说有踩踏的话，谁也甭那啥了。咱先看看咱们在哪吧。啊，就顺着走就行，好像是。这真的不错。这儿啊，就是没那儿会弄，那不是叫大红灯笼吗？树上挂一点。清新素雅的人。这是干嘛？始于明朝，买卤味儿。我们一般看小姐姐排骨。啊。左手一个大猪蹄子，右手一个大猪蹄子。对对对对，怎么了？汉朝的姑娘也要吃卤猪蹄儿的？那不提万三吗？人家家眷不吃猪蹄儿吗？哎，那边好像挺好看，没有多少人走。哎，你看这儿还挺，你看这个倒影。对啊，可是晚上拍不好，你拿手机。得手机拍好看哈、啊。你看，请勿坐靠，谨防落水。我刚想说这还能坐坐。这还挺好的啊，这谁在这个地方长大，那审美还你得多高呀？什么？身边都是美的东西，那审美身边不就有一个审美、啊？是，好像也就那样。啊？开玩笑了、哎。历史文化街区。这儿真好，这有好多小街小巷可以让你拍照。都而且没有多少没有人打扰，是吧？延伸出去的都可以走。第一天去的肯定也跑了一星半点。是。我天，好拽呀、啊！不动的那个红人，然后下班了是吗？来状元博物馆，潘石文，啊，这出过状元，是吗？不论是怎么拍的，都没有眼睛看的好看。就已经失去这个颜色了。里面做个妈呀，好难看呀！这挺好看的。不是这个灯，为什么这个颜色到我手机里成这样失真了。也许你眼睛才失真了。你这么说也没错，从哲学的角度讲。对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标准化定制了，理论上讲失真的可能性很低，而且你眼睛跟标准化有区别。我们应该感谢 K 了那个东西的人，因为他根本没标注你在哪。他给你抠掉，但是告诉你在哪儿。对，你看前面几个都抠掉了，都是别人抠出来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惨白的你觉得？这可以记录一下。从平江路出来，我们回酒店的时候，路过观前街，还遇到了表演。看着远方，跌倒如山泉，扛在你翅膀，我微笑在你旁边站。
的游览路线其实是有问题的，虎丘完了应该直接去留园，因为拙政园在狮子林隔壁，应该在一天玩，这样不用折腾，但是没办法，所以苏州第四天我们从留园出来又去了狮子林。苏州第三天结束了，拜拜。